又传出溺毙意外发生在基隆海洋大学，这边有三名学生趁着中午到学校附近的海域来玩水，其中一名大三的吴姓学生因为抽筋溺水了，而当警消赶到时，学生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其实这北海岸这两天来，这已经是第四起溺毙意外了，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到海边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来，溺水的吴姓学生紧急被送到基隆三女总医院急救，情况十分不乐观。赶到的海洋大学教授和一同玩水的同学一脸惊恐。他们在玩水啊，男教授。同学，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同学吓坏了，实在不想再回忆突如其来的意外。中午时分，海洋大学大三吴姓学生和另外两名同学到学校靠海的理学院附近海域玩水。吴同学疑似是抽筋溺水，两名同校研究所的学生正好到现场采集海水样本，和玩水的学生擦身而过。不到三十分钟，吴同学已经溺毙。然后就从那边过来，就已经看到在漂在那。短短三十分钟，一条年轻生命溺毙。一连两天，包括了新北市北海岸和基隆，两天内有四个人溺毙。炎炎夏日，戏水危机四伏，千万不要等到意外发生再来后悔。